的语言。双肩要和斜坡平行，身体的中心轴线垂直于斜坡，球的位置靠近右脚。清晰的阐述。双脚、双膝、双肩要朝向目标的右侧。双脚、双膝、双肩要朝向目标的左侧。准确的定位。把杆头举高到肩膀的位置，由上往下击出去，挥出一个 V 字形的挥杆平面。高球殿堂不再神秘。要以左腿为支撑，左腿支撑的不够，弧度要陡一些，要砍下来。提高成绩，立竿见影。高球实战教练。